明治33年7月，我接获台湾总督府民政局的公务派令，前往台湾南部巡查地理历史以及翻地的事情。在陆地勘察告一段落之后，我预计从台南搭乘海船，绕行南台湾以及东部海岸，然后从基隆回到台北。伊人家局呢，这趟调查呢，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呢，是为了要调查南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一些调查呢，以作为他们呢编撰教科书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因为编撰教科书呢，是伊人家局他所任职的这个学务部呢，他的一个掌管的一个工作之一啦，所以。他这趟出差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不过伊能家矩呢，他本身他对这些调查工作是非常狂热了啊，可以讲了都是超过了这个官方的需要哈。他在调查的过程，他常常有一个要求，是说他每天所做的调查呢，他当天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故，或者说身体不舒服，也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遇到不太清楚的地方呢，也一定要详细的向当事人呢询问清楚啊。因此，他留下的这些记录呢，可以讲是非常的详细啊。所以，对我们现在来了解百年前的一个过去呢，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啊。明治33年9月5日，台南的调查项目已经完成，我决定明天就要踏上归途。在离开之前，我一边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一边继续整理台南的资料。台南在明政时代并没有筑城，清朝初期也没有城栅，朱一桂之乱爆发之后才开始建造木栅作为城堡。这座台湾府城原本只有6个城门，不久之后西边海水后退，沙堆渐渐变成陆地，于是又设置了大西门。在台南城之内，俗称红毛楼的赤坎楼遗址在赤坎楼街，登上巍然高耸的3座楼阁，城内及西方安平的外海尽收眼底。明政时代的赤坎楼曾经储藏火药军舰，台湾并入大清版图之后，这个地方曾经一度关闭。光绪5年，旧楼拆除，就在原址建了文昌阁与海神庙，而且在旁边盖一座澎湖书院。荷兰人修筑的普罗民遮城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基石而已。对于赤坎这个名称，我可以断言汉人所称的赤坎出自于番语。其实赤坎楼一带原来是台湾平埔番族行杠社的故址，后来移入的汉人就以谐音赤坎来称呼荷兰人在番社旧址所建造的城堡。荷兰人来的时候，实际上整个那个白鸥湾，就是安平这个海湾里面哈，那时候叫做白鸥湾啊。那白鸥湾这边有4个社啊，那么其中一部分呢，很可能就是住在那个赤坎那个地方啊。那赤坎那边有时候原住民的话呢那个西拉雅族的话呢，那么据考证呢，是说这个渔港的意思。那么整个南台湾跟赤坎有关的地名呢，其实很多，包括那个到了这个紫关那边呢，也有一个也是叫赤坎啊。然后在高平溪出海口那个大寮那边有一个叫赤坎的地名啊。那这些呢，很可能都是原住民的那个老的部落，也都是那个这个渔港的意思啊。
那么所以后来的汉人说那个是因为他的城啊或者是那个屋瓦是红色的，所以叫赤坎，这个可能有问题。所以伊人家矩的说法应该是有的可能性蛮大的。大南门外的魁斗山下有一座五碑墓，这是合葬的墓冢，墓前有庙，大门前有石柱，柱子上的对联是殉难方明圣迹，以千秋武烈遗灰。在庙内还有座石碑，上面刻着宁靖王同死五碑墓。是台湾一级古迹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因为它是结合的庙还有古墓成为一体。那整个五会庙其实是纪念明朝宁靖王的五个姬妾，它是宁靖王这个在决定殉国之后，那五个姬妾也跟着这个致意身亡之后，那宁靖王把他们移到这个南门城外的魁斗山埋葬之后，那当地人所兴建的一个庙宇，那后来历代都有修建，那一直到了日据时期的时候，那有一个爱国妇人会的会长经过这边，那看到这整个庙已经荒废了，所以就建请地方政府把它加以重建。所以我们今天在五妃庙的外面还可以看到一个五妃之碑，其实就是那时候留下来修建的一个纪念的一个碑文，那也是整个五妃庙这个留下来一个重要的碑，那见证了当时候修建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五妃庙其实就是日据时期修建的一个规模，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建筑规模并不是很大，它是一个拜田跟一个正殿还有左右厢房所组成，那后面还有一个冢，其实就是五妃埋葬的地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它整个庙的大门就设在这个拜亭上面。一般来讲，台湾的传统建筑拜亭是在庙的大门之外，可是五妃庙直接把这个庙门设在这个拜亭上面，而且这个大门的门神画的是两个悲女。那还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在整个大殿上面，这个祭拜五妃的这些祭品里面有香水，有化妆品，还有一些这个梳子，那其实就是我想印证了这整个五妃的特质，其实就是因为五妃是女性，所以等于是要她梳洗这个打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天后庙位在妈祖宫街，相传它的位置曾经是明朝宁靖王的住所，后来靖海将军施琅奏请清朝加封妈祖为天后，于是这里就被称为天后庙。台南大天后宫是一级古迹，那也是台湾妈祖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庙宇。那它的创建年代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永历十八年，
那是宁靖王到台湾来之后在这边所建的一个别馆，因为宁靖王别号叫做预言子，所以这边一般人也把它称作预言子别馆。那宁靖王殉国之后，我想这个地方就改成一个僧侣诵经念佛的地方。那一直到这个施琅平定台湾之后，那这个地方因为施琅把这个战功归功于马祖信仰，所以就把它改建成一个马祖庙。那因为后来这个马祖也受到历代这个皇帝的加封，所以是天后，所以这边就称为天后宫。那也是台湾官方祭祀马祖的地方，所以也称大天后宫。那整个大天后宫从创建一直到现在，事实上经过几次重要的整修的过程。那第一次是在乾隆30年前后，那是知府蒋尹勋所修建的。那第二次是在乾隆40年前后，那是蒋延枢所修建的。那一次还画了很多重要的图说，把它留下来。那民国3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兴化大地震，那庙也稍微受到损坏，也曾经重修。那一直到今天，我想历代都不断的整修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规模是历代所一直增改建的一个结果。那在正殿跟拜殿之间还有一个清代台湾清代最古老的碑，是施琅所立的平台基列的这个碑，我想是这个施琅他记述他怎么这个平定台湾的一个这个碑，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古碑。那大天后宫其实它还有很多很重要在建筑上，就是它的石雕，尤其是山川殿两侧的这个壁堵的石雕非常的精致。那拜殿跟正殿的石柱这个是龙柱，也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非常重要。还有正殿两侧的壁画彩绘，我想又几乎是古城名家陈玉峰的作品，这个非常的有名。那在三川殿跟拜殿之间的过水廊，我们可以看到是个很大的字“忠孝仁义”，那这个是黄朱熹的一个字画所遗留下来，也非常的特别。那当然，因为整个大天后宫是官方祭祀这个马祖的地方，所以历代的官员在这边献了非常多的匾额、对联啊。所以如果我们抬头一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多非常精美的对联跟匾额啊，这个也是大天后宫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大天后宫因为过去曾经是宁靖王预言子的别馆，所以在后殿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宁靖王的神位也被供奉在这里哦。那这个也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一个状况。那整体讲起来，整个大天后宫的历史、它的文化，甚至它的建筑，在台湾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在台南的踏茶区域里，安平也是重点之一。古时候，这里的海岸几乎在一日里外的东边。从前的海岸线和安平之间是个内港，可以泊船。安平港原本是荷兰人建造热兰遮城的地方。根据文献记载，城的基座周围有276丈6尺，高度有3丈多。它的位置居高临海，把大海尽收眼底，可以说是占尽了地利之便。这座城一直到现在都还保存着，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在这里盖起海关房舍，过去的外观只剩下残存的遗迹。现在我只能够从文献的记录里想象当年这座荷兰城堡壮观的情景。
9月6日中午登船，船上的执事把我的朋友山田君所赠送的水果送过来，让我能够吃吃新鲜的水果，消磨船上无聊的等待时光。9月7日凌晨3点，船从安平港出发，航行25海里之后，清晨6点，在迷蒙的晨雾中抵达打狗港。从船上眺望整个打狗港，可以看见打狗山和旗山左右对峙，中间只有一道小海门。很显然的，大船无法在这里自由进出。港口的形势因此特别险要。这个高雄港它的什么多优越呢？因为它天然条件，它港口进来的时候大约有13公里半那么深，进来那么深，它宽度哈、哦，窄的地方有500公尺，宽大概是2公里，这么大一个。水域面积哈，它入口的地方就现在第一港口只有120公尺，啊，形势是险要的哈，你港口守好的话，外国船都进不来，啊，那这港内又地方很大，可以坐很多码头，停很多船，所以在英人之前6年，就英国在打狗这边领事就是曾经跟英国公使写过报告说，如果好好把这个港口疏浚的话，可以把远东地区。英国全部的舰队停进来。实际上呢，在大约是1910年代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日本有海军有4支舰队，曾经同一个时候2支舰队都停泊，全部舰队都停泊在高雄港里面啊、哦，所以有这个意味性。那其实我们从更大一个角度来看啊、哦，今天高雄港成为世界4大货柜港之一啊、哦，货柜量最多的是第2名，对，现在是第3名啊。哦，那这个地位不很不容易被取代，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靠船，所以岸边呢可以做很多货柜码头。哦，那高雄港里面呢是军港、是商港、是渔港，还有现在休憩渔港用的那种码头哈、哦，功能很多。总之哈、哦，无论是从日本发展南洋的势力，或者是经济上的考虑，或者是军事上的考虑啊，高雄对日本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航道的右侧是旗山，旗山的形状像一面随风飘扬的长尖旗。靠近海门的旗山高大，相当于旗头，向南延伸到近处就是旗尾。旗后这个街市的名称，可能是因为位在旗山的背后吧。旗后街在打狗街的对岸，这两条街环抱打狗湾，形成打狗港。那儿的住户有417户，1963人。打狗港最热闹的街市就在旗后。伊人哈、哦，1900年到打狗来的时候，他注意到旗后街最热闹，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地方哈、哦，在当时哈、哦，外国的船哈、哦、停泊都停后，停商船停泊在旗后，它截关哈、哦、是在那个哨船头，好、哦，那旗后就是有进出口的商店，哦，这传统我们叫做航高啊航交，哦，那因为是赚钱的地方嘛，哦，它所谓成为一种街，就是它每天都有人在做买卖，叫给亚是这个意思，逐日为市啊，哈、哦。那其后的没落当然是跟后来这个哈马星的发展啊，盐城的发展起来有关的、啊、哦。那因为
新兴的一些行业啊，包括一些气候主要的弱点就是哈，它没有办法让大船来靠岸。日本人建码头，你要知道火车站在哪里，今天高雄港车站在那里，火车在那里，火车终点的希望货物很快送到轮船上面去，气候没有火车啊，所以轮船不会，码头不会坐在那边啊，这是这样的考量啊。那因为交通运输的关系，所以气候没有变成重点啊，就这样，它就是走完了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在打狗地区，我到旧城的南门一带进行勘察，那里的城墙规模仍然很大，但是建筑物多半毁坏，四处杂草丛生。当地的文献资料作者告诉我，旧城是清朝统治台湾初期所设置的凤山城。乾隆51年，林爽文作乱，县城被盗贼占领，乱世平定之后，清朝认为旧城不利于防守，于是改在凤山背头街建造新的县城。但是后来地方人士又认为新城比不上旧城，因此又重新修建旧城。后来因为风水迷信的传说，再加上凤山知县杜少奇病亡，大家都认为这和迁入旧城有关，于是官民都没有迁回，旧城也就逐渐荒废了。伊能家具哈，他当时候1901年到台湾的时候，他访问到了写《凤山县采访册》的这一个作者哈，作者跟他讲，然后他记下来，实际上都是错的。他说那时候是一个姓杜的县长，新城做好之后，县长不久就病死了，众以为不祥，大家说啊这个不吉利，不要搬来。实际上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于县长。这个县长哦，并没有死在任内，1827年升官了，到淡水厅，今天的新竹，大甲溪以北一直到台北基隆那边，通通是属于淡水厅，他的衙门在新竹，在那边做同知，他并没有在这个凤山县这里去世，真正的原因不搬过来，原因伊能家具没有探讨，问题是最重要就是饮水问题。还有排水问题，因为这个走营旧城这个城内外只有6口井的水是可以喝的，没有办法从凤山那边成千上万的人移过来的话，当然移居这也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钱。那这个官衙门呢移居是容易的，民间自己要搬家，店铺要搬，这个不太容易哈。那伊能家具那时候看到那个旧城了，实际上是第二次筑城了哈。那么最早当然在这个城市在明政的时候就有万年县啊，但是那时候没有筑城啊，但是是全台湾第一个县啊，第一个县治的所在地。那个实际上这个城做好，伊能家具看到这个城。做好以后呢，这个实际上的那个县衙门呢，并没有搬过来啊、哦，而且那个在北门那个地方呢，也因为这样的风水传说哈、哦，就做了一个那个门神啊、哦，这个是全台湾第一个在那个门城门上面有做那个门神的啊、哦，非常的那个造型也非常的独特啊。哦
九月八日凌晨一点，船从打狗起航，五点进入廊桥湾，停泊在车站。从打狗到这里一共航行了40海里。车城是恒春半岛西海岸的小港，在明郑时代那是恒春地方的交易中心。这个地方原本是俗称廊桥番的番族占居之地，后来汉族移民迁入之后，多半娶了当地的番女为妻，因此这个地方的女子事实上大都维持着番族原有的发型。车城呢，这个地方啊，它据说呢，原来就叫龟壁湾。那原因呢，就是说啊，在原来车城这个海岸啊，有很多这个海龟，啊，那在荷兰时期呢，汉人在这边的这个活动呢，大部分是这个私销，也就是说半盗半商的这些海盗，也就走私客了啊。那到了这个明郑时期呢，啊，这个郑成功呢，他设这个屯兵制。然后派兵啊登陆这个龟壁湾，那龟壁湾呢，他的部队就驻扎在这个铜陵埔，也就是今天的铜埔村，啊，一般认为呢，这是啊车城呢开发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廊桥地区、恒春地区呢啊汉人开发的开始。那到了这个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呢，这明郑的这些屯兵啊，他并没有投降，啊，也就是说他们选择呢就定居在。车城这个地方，那定居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一方面就跟这个番社谈和，不再打啊，不再打仗的。那一方面呢，就娶这个番社的妇女啊，为妻，就说通婚。那这个时候呢，廊桥地区，也就是说车城地区啊，就变成一个汉番啊杂处耕种的地方。那汉人居住的区域呢，就由这个以车城为中心，沿着海岸呢往南这边拓展。那总之呢，车城可以讲就是说恒春地区啊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村落。乾隆年间，林爽文作乱时，清朝将军吴康安曾经率领军队到这里歼灭贼兵，当地的居民因此在土地公庙树立一座歌功颂德碑，石碑现在还在庙里，而庙外还有刘明灯所立的碑石。那一南家驹呢，来到车城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土地公庙，他看到两座碑石。那第一座呢，就是这个胡康安流题碑，也就是胡公碑，啊。那这个碑呢，主要就是说，啊，在乾隆53年啊，1788年呢，这个林爽文之乱平定之后，啊，这个当地的人啊，把它树立的。那林爽文之乱，我们知道呢，他是乾隆啊，自认为是十全武功之一，而且呢，当时这个战况非常激烈，啊，他在剿捕这个庄大田的时候呢，据说庄大田这个部队啊，啊，当场死的起码2000个人，那跳海自杀的啊，那个还没有算，也可以讲非常惨烈的一个啊一场仗，所以难怪啊，在乾隆眼中呢，他也非常重视。所以这个碑呢，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呢，也显示了这个啊，这一点出来，就是说它的碑主要是在歌颂，今天大清天命是在大清的，那台湾啊，你这个作乱终究没有好的下场。那至于呢，这个伊能家驹啊，他看到的第二座碑啊，它是叫刘明灯统帅提督刘题碑，我们简称就叫刘题督碑啊。这个碑呢是在同治啊6年的时候啊。的南甲之盟以后啊，才设立的。那伊能家驹呢，来到车城，他到这个土地公庙看了这两座碑。这个土地公庙呢，也就是今天的福安宫。台湾南部的恒春城和台北城一样，是新式的圆形构造，据说东西与南北的直径都是2华里，这是牡丹社事件时我们日本军队攻打台湾的第2年，也就是光绪元年，
依照沈葆桢的筹意设置恒春县而新建的，地名叫侯洞山。当年城墙筑成之后，迁入的人非常少，民房稀稀落落，无法形成街市，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今日的规模。现在城内有240户，1000多人，这里的居民大多来自中国的泉州、漳州以及广东一带。在城内还可以看到很多梳着番族发型的妇女。我在山猪茅舍进行勘察工作的时候，在桐木家中过了一夜。桐木家里保存着大小不同的陶瓮，据说祖先从天上降世的时候，这些陶瓮同时从天上降落。我们从我们古老的神话故事到我们现在，我们老人家的口述，虎为什么在我们社会，在我们原住民社会部落哈，为什么它意义很重要？在老人家的口述，虎是我们原住民的祖先由来。我们的神话故事说，桃虎跟太阳白布蛇借着桃壶生育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把壶看成一个祖先一样，是有灵的东西。山猪茅舍的番人自古以来就很爱蛇形，他们以各种蛇形的变化纹，像是菱形纹、三角纹以及直线纹等等，作为装饰图案的基础，将蛇纹的种种款式加以应用，并且把盘绕的蛇形、横躺的蛇形全都分散在构图里，构成美术的一大要素。前八点，船再度起航，绕过西南角，经过鹅銮鼻附近，在9月9日的早晨6点才开进卑南。从南湾到这里一共58海里。卑南因为清朝在这里设立台东直隶州而一跃成名，但是地方偏僻，而且放射市街的日子并不长，只有茅草屋顶的房舍相连成街道，居民主要是从外地来的移民。3年前，我到卑南时，曾经访问台东厅长向乐史，也和福垦署的主事会面，听取番情的简报，然后到天后宫参观了我国政府设在庙内的卑南日语传习所。日本传习所因为会设在台东天后宫，是因为台东天后宫是我们在这个台东地方历史最悠久，而是一种官庙，就是由清朝的一些的官员捐献金粮啊，捐献他们的银粮啊所提供出来的。那么再加上我们地方的配合，那么我们这个是台东宗教的信仰中心，出入的善男信女啊信徒众多，所以他利用这一个天时地利的这个条件设在这个本宫。另外其他的庙呢，因为推行皇民化的政策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庙宇都被拆除，只剩下台东天后宫这一个唯一的场所可以来使用。日本传习所就在台东天后宫，因为占有天时地利啊，但是这种皇民化的政策是在发动这个战争的后期才开始推行，所以在民国30年以后，民国34年啊就已经光复，所以日本传习所真正在这边办的时间啊并不是很长啊，效果是有一部分，但是并没有说很深入啊，因为我们还是保持一种当地著名的一种生活习惯。
我在卑南遇见了多田纲辅君，他也奉了总督府之命，正在进行全岛的动物调查，刚好完成台东地方的调查工作。我们一群人欢聚一堂，快乐的情景让我非常难忘。经过一百年以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多田纲辅跟伊能家矩，一个在动物学，一个在人类学方面的啊。那多田纲辅当时他在台湾也采集了相当多的各种各类的这些动物标本回到日本啊。不过虽然呢整个环境呢、有所变迁，不过多田纲辅他所采集这些动物标本呢，在这些动物在目前呢在台湾呢都还是可以看到，还是存在的啊。那我们反观伊能家矩呢，当时他所做的这些平埔族的这些调查呢，这些平埔族呢目前都已经变成消失的族群，都好像是融入在汉人的被同化了啊，都已经消失了啊。所以借着伊能家矩，我们才能够了解过去的这些族群他们的面貌啊，因为在过去也没有人做这么详细的调查，所以相对之下呢，伊能家矩这些人类学的这些调查的，在现在来讲，它的学术价值呢，可以讲应该算是远高于伊能多田纲辅的成就。九月十日凌晨两点，船抵花莲港。从卑南到花莲港共75海里。花莲港是台湾东部靠北的小港，位在奇莱西的出海口，是这一带的货物集散地。花莲港附近有一个里漏社，帆社外的海边有两间草房，放着三只小舟，相传它们是具有历史渊源的古舟。阿美族的祖先曾经在远古时代乘坐这些小船从海上漂到里漏社海岸。好，在日据初期的时候啊，伊能家矩来到了这个里漏这地方啊。那里漏在现在啊吉安乡的东昌村。那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在现在海边那地方曾经看到三艘古舟。那事实上三艘古舟的话，他有些资料他是参考他之前的一个学者叫苗居龙藏的。那他就提到这个三艘古舟啊，他是过去里漏社祖先他们搭乘这个独木舟来到了后山。那在这附近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是属于阿美族最北边的一个群叫南势阿美。那这个群当中事实上不只是只有里漏社，那附近还包括比较大的，包括斗兰那地方刀烂以及波波。那这个三个社当中有些部分他们在记忆方面你可以发现他们有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那在那个传说当中的话，像斗兰啊，像伯伯，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是属于同祖源的哈，然后慢慢分化下去成为不同的这种族社。可是有些部分的话会不太一样，例如说他在传说当中他就提到说，以前的话像自言啊，像捕鱼的话，这只有里漏社人才去做的哈，像这个斗兰啊，伯伯他们是不去做他的。那如果要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是拿这个小米去跟人家做交换，而且回到族社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某些这种仪式来表示就是要驱邪，因为他生怕把里漏社的这种鬼魂带过来。而且我刚刚提到这种独木舟的话哈，在南势阿美这么多族社当中，也只有里漏社有啊，其他的族社并没有。噶里万社是噶里万族的根源地，也是最能够代表噶里万族特色的部落。关于噶里万番人，我的前辈田代安定士早已经开始这个族群的调查。他们过着和汉人一样的生活，当地的居民把他们称作噶里万人。
伊能家矩曾经提到过所谓的嘎里湾峡哈，嘉里湾社。它的嘉里湾在现在的这种新城乡的嘉里村哈。那这个地方的话，在过去为什么会这么具有代表性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原本我们知道后山并没有格马兰人哈，因为格马兰人他是从南洋平原这地方迁过来。大概在道光二十年的时候啊，因为汉人不断的进入这个南洋平原拓垦之后，它发生土地上市，再加上就是契约买卖的时候，汉有时候会记载不相识的这种东西南北的这种界限，所以使得这种土地上市。那另外就是他们给他喝酒，救了之后，喝酒之后会欠那个酒债嘛？那到时候还不清的时候，就用土地去抵押，甚至利用他的一种习惯，例如他对这种死掉的灵魂非常恐惧哦，他就把汉人会把一些尸体啊，就把它放在土地上面，那使他们觉得这地方已经非常不干净，因此他们就会迁走。那就在这种汉人的压力哈，再加上就是他们一些土地丧失之后啊，慢慢的在大概道光二十年的时候啊，他们分成陆路跟海路啊，由这个中央山脉的这种陆路，甚至啊，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南方澳这地方搭船啊，在现在美仑溪附近上岸之后啊，然后再慢慢迁到现在嘉里村的地方。那因为当时候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是以这个嘉里湾社这个社是人数是最多的哈，以它为主导。那因此啊，这地方后来命名就称为嘉里湾社。那在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嘎里湾那地方去看的话，你已经找不到那种格马兰族过去的这种文化了啊。可是你现在到新社的地方还保留住，因为过去的地方非常的交通非常的偏僻哈，它不太容易跟外界的这种来交通，再加上附近的族社来讲，它跟阿美族的势力是相当的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因此它可以在这地方哈讲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文字。所以现在在宜兰地方的话，格马兰族可能已经没有自己的语言了，可是在这地方你看到他自己的语言，甚至有他自己的舞蹈啊。另外像这种帕里利，在过年要举行的这种仪式啊，或是那种帕库拉比这样的仪式，或例如说他们过去祖先他们变得所谓的这种香蕉衣哈，你现在。金色村还可以看得到。这片辽阔的奇莱平原以北新城为北线，附近就是德奇黎西的出海口。新城的南边有十六古庄，听说那里的居民是从新城迁入的明郑时期的逃兵。伊能家矩他在大查字记里面所记载的这段话呢，基本上是一种传闻哈，一种传说哈。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传说的角度来看待就好，没必要说把它当作是当时真的有这么样一件事情发生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我们十六股地区的这个开发哈，那主要是从伊兰来的这个方向哈，这个地方的人来哈。那当时呢，他们是有些是陆行没有错，有些人是划船来的。那这个划船呢，不可能一口气呀、啊，划了两天哈，那就划到花莲这个地方来，不会。他们中途呢，一定会有休息站。那么这个会在哪里作为休息站呢？往往他们所选择的点呢是在新城，那会在新城的地方呢上岸。而且我们也知道，新城这个地方早期就已经是一个这个原住民物产贸易的一个聚落，所以这地方本来就有一些少数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之所以有这个伊能家矩哈他这样的一个记载，我觉得应该把它解读为说，新城啊是整个后山开发里面哈北花莲开发里面，它是一个前哨站，它是一个前进基地，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解读会比较恰当一点。十六古庄是奇莱平原较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这个地方有一座郑成功的庙，是庄内居民的信仰中心。
那在花莲地区呢，上百年的古庙其实是非常少的。那譬如说新城的停公庙哈，那其实它也不过是一百年哈。那譬如说光复的这个保安宫，它根据传说它是说光绪三年哈，那也不过距离现在呢也不过是120几年而已哈。那根据传说哈，那跟光复的保安宫同时的这个青莲寺哈，这个瑞穗的，那它也是一样哈，这120几年。那从这几个古庙来看呢，那整个从立庙以来开庙以来最久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六古地区的延平王庙。那据说是在咸丰元年就已经有郑成功的一个信仰了哈。所以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花莲地区的古庙而言呢，最古老的应该就是这座啊。那他根据庄里面的人的一个传述呢，是说在1851年的时候，那他们来这个地方开立民庄，那时候呢就已经拿到台南呢去雕刻了一个郑成功的神像，而且呢又把郑成功身边两员大将甘辉万里哈，左右护法这样哈，那也一起啊带到我们花莲这个地区来哈。那当然哈，这个过程当中呢，经过几次的原住民的反抗事件哈，那他们有过一些迁徙，到后来呢还是一样安然度过这样。那这个地区的这个庙呢，它有许多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它有当初他们移民团体带来的一个咸丰元年的一个令旗，黑色的令旗哈。那还有呢，他们早期保留下来的这个印玺哈，印玺这样。那这个庙当然它经过几次的改建，那当然我们不能以所谓的一个国家古迹的角度去看这个庙哈，那它保留原本的这个风味的这个味道不重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看一个古迹的时候呢，有两种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它的建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历史意义。现在这个延平王庙本身，它建筑可能不是古代留下来的哈。古式的建筑它可能是很新哈，那但是呢它的历史意义却是整个花莲地区开拓的第一个民庄哈，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的这样。前十点，船又起航，风浪稍微平静。花莲港以北的海岸陡峭崎岖，森林蓊郁。从德其里西往北，断崖峭立7000尺。快要接近中午的时候，从船上看见文明的断崖奇观。从前搭乘麻雀沙号巡航于东南亚岛屿的古里马，看到这片壮丽的景观，留下相当动人的叙述。宜人家矩呢，他在船上呢，他也不时的望向这个岸边哈，所以他在沿途的日记上呢，多少都有留下一些记录啊。不过呢，当他船开到这个清水断崖这一附近呢，哇，他被整个景呢被震撼住了啊。那他也提到说，过去在西元1882年的时候，有一艘英国的这些一艘科学探险船叫麻雀沙号呢，他曾经航经这里啊，然后里面有一个古里马啊，这位自然学者呢啊，他也对清水断崖做了一番描述啊，他在日记上有引述到，他也提到说，这个清水断崖呢是比他过去见过的美国的加州优胜美地呢都还要漂亮，所以他才特别的描述了这一段
而且呢也留下有一张素描啊，非常的壮观。好，从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到说，伊能家矩他对史料的收集啊非常重视啊，他对过去这个地方所行经的啊，他不只是说收集的这些荷兰人早期这些传教的，他对整个过去西方的文献呢，从这里我们看出来他都有所涉猎。午后两点，船驶入苏澳湾，从花莲港到苏澳共52海里。这时候我不其然地在船上与鸟居龙藏君邂逅，他已完成了长期的探险活动，安然归来，准备从苏澳登陆。我们随即分手，分别奔向陆海两地。伊能家矩呢，他在苏澳的时候呢，他碰到了鸟居龙藏啊、哦。那鸟居龙藏呢，他是一位考古人类学者。那伊能家矩跟鸟居龙藏呢，他两个年纪很相近啊、哦，都是年轻人啊、哦。那这两位呢，在目前来讲呢，可以讲都是我们台湾这个考古人类学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哈、哦。不过我们比较一下他们的一个成就来讲哈、哦，鸟居龙藏呢，因为他是台湾的这些研究呢，这4-5年当中的研究呢，可以讲是他整个研究生涯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因为他后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投入在中国的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的这些调查方面啊，台湾只是他的一个部分。不过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很善于应用摄影啊，用影像呢为所谓的台湾的番族呢留下很多的这些图像啊，这些图像呢又跟伊能家矩这些文字呢相辅相成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影像呢可以讲是他为我们台湾这些原住民留下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遗产啊。那伊能家矩呢，他是把他的黄金岁月，他的一生啊重要全部呢都投入在台湾的研究方面，可以讲他是以台湾研究呢为他终身的一个职业啊。那如果说呢，我们如果说鸟居龙藏呢，他是划过台湾史夜空的啊一道流星的话呢，那我想呢，这个伊能家矩呢，他就无疑的就是那一轮明月了啊。那他们呢，对台湾来讲呢，都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台湾人呢追思以及效法。9月11日凌晨1点，船从苏澳驶出，最后驶进基隆港。从苏澳到基隆共50海里。到基隆之后，我循着陆路回到台北。这趟南巡的路程就在这里全部结束。那伊能家矩呢？以他整个从1895到1925整个30年的岁月呢，他是完全奉献在台湾史学方面的一个研究啊。那本身他的有一个笔名叫台史公啊，可见呢他是以台湾史呢为他的一个志业啊。那伊能家矩呢，可以讲是台湾学术界的一位巨人啊。他的成就呢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呢所能够道尽的。